对不对？这一轮问题。
少少甲恁两个接受，哦，是清净的圆满，是无受污染的。我了后的时阵，较少着经典来甲你引导，少着经过才来甲你引导，哦，少着啥拢会来甲你引导，互咱知影这个道足好。了后，咱来甘愿要收，要食菜啊，好啊，无要食菜啊。无因果的人，人好食，你要相信无？食人一斤，用人几秒？十来秒啊！佫加二升嘞。我听咱漳州咧讲，食人一斤鸡腿，所以佫培养一条生命嘞。你要相信无？所以咱来去谈一下嘞，无因果的，无因果食多食哦，有因果的，因果关我讲啊，你唔免惊啊。要食菜，食菜，你若无食菜嘞，唔免。功夫啊，我见你是以前拢是衰的，只要你了解讲我食菜，就是讲了断因果，我免阁继续过来出世。因为人生在我这个世界是三无的世界，哦，三无的世界，含你的人生嘛，哦，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了来将带点是苦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拢是痛苦的嘛，哦，啊，你了断痛苦，咱就是必定在开悟出世的人嘛，知影道了后，啊，到边个修道？多精力，精天命，精修得爱，搁定下爱心，修得下爱心，啊了后，你个建立到修行，看天来看，看天开始来做，这叫做文艺发展，观照发展，哦，用发展去观照，对不对？好，过两天天先过，历练，咱若还经过历练才成就，你若还无经过历练，你有成就？有啥你嘛经过历练的时阵，你才会当成才。有没有塞车？你把电话留给，你才当不要塞车。所以他会利用什么贵点？就尽量的贵点。哎，我你怎样？哦，你要去怎样时阵？那个贵点了，你要心败时阵，你要去调心。心败时阵，你要去行空。心败时阵，你要去控制。对不对？调心、控心、控制心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有的时阵啊，你要的时阵。对人的物件，我就叫不是空。啊，现在不是空，当然讲空就
要求，唔是安尼。好，你意思就是，但你任何物件拢无，拢无失掉啦。本来无依据嘛，何处遮尔多？任何物件拢无依据，都爱有处通，是吧？本来就做讲嘛，本来无依据，何处遮尔多？本来就无物件，通性本来就无物件嘛。啊，无物件哪来的依据？是啥？是先想的，后天得，后天。我哋心如，即心如我哋就心如点解来支持佮文章，无数家点来，你要一个立足点，立足点咧做咩？要做我哋不多招，我哋自然不然都无一个招，无招就无招来要，就无招来放晒。所以哦，点解要问题？心是真正到一个大，有大就一点来，有大就一点创造啦，有大就物件大家来清楚。哦，因大个问题，本来无伊问自信到一个物件，即个自信嘛，即个讲是自信，变我即个自信，毋是本来无伊就拢总是无，讲就是讲，好存一点仔拿来变来怎样？安尼是毋是会比较自信？安尼是毋是已经发展去正式上了？安尼不是较正式，是的，哦。所以，文字发展，观察发展。实际上，我这分三个单词，三个单词哦，分三，三个单词，是吧？三个单词的时阵就是啥？文字读这的时阵，就是读经，是吧？文字读这或者读经，是吧？金刚经，那么如是报门一时不得笑的啥，我个经常听个，听了两遍，啊那啥，这个经文真相。我哩经文啊，真难念。哦，咱若去迄落啥，一边寺啦，是去正巧王寺啦，是去啥物无？大家拢聊了一排，啊咯，聊了聊经，我就听。你莫甲讲啥，啊念就好咯，念就好啦。念嘛是咧雕心嘛，嘛是咧控制心嘛，嘛是咧含糊的心嘛，是毋好啦。即个伊要念经，要啥经义呢？啊，入了啊，啥经了？是念经，叫经念去修佛经。所以变门专上，即种个法门叫做是啥？遇到修修就是修嘛。啊，即种个人叫做修行道观。修行道观，未来修修的是，叫啥？阿罗汉果。修行道观是阿罗汉果。一条我同你讲先，有无？这三间就听得闻不切。啊，这观照不切，观照不切，观照不济，啊，观照不济，即个戒经，啥物叫做戒经？五法戒义，五罗道理，戒啥道理？是无？五罗道理，戒啥道理？五罗道理，戒啥道理？叫做是五法戒义，五罗道理，戒啥道理的意义？是无？即种是中观，中观啦，各行五法叫做中性道观，中性的道观，这戒经的教好。就是讲，安尼无到究竟，安尼叫做是观照法界，实相法界。
啊，是上发展是照经，依照经营的，经工商业咱连经，啊叫做是连经济啦，是连经的意思啦，对吧？啊呢，这个叫大方，这个叫做大方，这种叫做大些的头发。叫做大声的头发，叫做大声大骂的人，叫做血性性质的骂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听下叫，一定要听下你，你才看到咱人的心，心这个无边的艺术，啊，就是做实修实证的功夫，安尼你才会达到对文人发展，正理才看到发展，佮正理佮实证发展，是吧？听下经理点个，听有你，你要放到心，心才无经理开始个，以经的艺术开始来讲，哦，这是三个心，而且，我个无经个，这就是发展菠萝蜜，人生生的充满，达到究竟带到一点的地方，因为这个过程有效的进行时，是吧？人生的充满，这个叫做充满，这个叫做地方，这个过程到了进行时，啊，那你到了这个是已经到地方了，到了进行时已经见到不见不见，达到不离境界，哪里去？到底啦，分别到咱本来清净的道，哦，分别咱本来清净的道，哦，化清净、听清净、消清净，一切拢都是清净，哦，安是菠萝蜜，就是菠萝蜜啦，哦，啊，咱时间的关系哦，咱就讲这个，咱刚刚讲的这就是一个重点啦，这嘛是重点啦，哦，是当是四点。我就是真正的修行者，伊拢运用咱人的智慧，运用咱人的智慧做引导，做引导，然后再去观照，啊，然后再去证实，是吧？真侪修行者拢行这条路，对无？伊行这条路就是用个咱人的条智慧，用个咱人的条智慧做引导，来起观照正实相，达到不生不灭之境的境界，是无？第四点，第五点，修。刚刚跳的这个修，这个修的是共产党的心，有咱党的真心，有咱党的温馨，啊，这就是修的是共产党的三界诸佛，啊，你身份做到嘛是这个心，你对了嘛是这个心，所有拢这个心。哦，打通这个心，所以呢，咱行对，咱行唔对，哦，啊，好的你就继续学生，哦，经，经就是有经啦，咱晓得了，经就是路径，修行的路径，先不做到的路径。
当地主妇引导咱先不做到这条路线，以健康，以前就把它啊，避无怀疑，是吧？啊，避无怀疑，咱做这条的路线，哦，我们创立先是见到不生不灭一团之路径，对，哦，哦，经就是路径，哦，就是这样，这个。你有这显书，你这显书，啊，你这显书，你说吧，反正小猪白帽，谁有你的出错，不会出错，民间的出错，一定会出错，本来的出错，你的心中都是坚定，你的心中是无挂无碍，拢是自由自在，安尼你才能做家己的主人，做家己的主人，是吧？你这显书安尼。讲有够咯，任何出错啦，不管你找我出错、找我出错、后面出错、上家出错，上面任何出错都没毛病，不分不分完全一点，对不对？民间都是有任何出错，你拢都受了影响，哦，拢是欠的，安尼你才能做家己主人，对不对？有出家庭，轮到你站在任何位置。拢总是拢是拢总是真心的咯，想当初点的时候为的，两个两个为的，人才人才为的，上代上代为的，下代下代为的，每一个人为的做好，安尼拢是真心的咯，但是真心的咯，真心不假的咯，啊，唔单加班做，各人为的拢为的，各人拢是有，我就做。你就是站在任何出错的对啦，哦，任何所任何所为为敌嘛，好无？就是平常平常做上咧上咧为敌嘛，为敌拢做好，啊拢做好，啊安尼时阵，你家是真正本性是真个叫好个，啊呢你家是真正咱今日共同研究的发展方向都心经，哦，心经，你咧讲心经了。拢是经，咱人拢是优秀的去开发，三世诸佛也是拢优秀的开发。那个先佛做做拢就是心，今仔上面面也是心，今仔你好面也是心，今仔你有挂念也是心，今仔你有烦恼也是心，你无挂念无烦恼拢都是心，所以优秀去改变，好吧？咱人是伫咧讲这，好吧？啊，安尼正是，我今仔讲到遐，叫做是分。分体咯，也是分体，咱咧共同研究这个道理，听到没有？离开这个分体咯的时阵，拢是相生。有啊，有做有办到无？莫说说完，分离出现，离开说完，变为相生。伊自身本体所刷了完，拢都是变相刷，变相刷，无究竟，啊，是不是咱爱讲本体咯，是无？所以咱爱坚持，对啦，因为咱遮是大家拢是正常经历所领导的嘛，对于本体这点吼，首先咱大家都足清楚，是无？足清楚，哦，所以呢，咱今日我就借着这个时间，来交个结论。啊，不久的时候才放我那尊尊的，我都得把握这个计划。这个时候才将大家了解，我话的不久，你想将过于大家指点眼光，满足注意，帮你强化，感谢各位。下动无敌。
卑，人道以公，坤道以公。谢谢。